二位老板，少年秋马，甭管穿什么衣裳，什么款式，只要一上身，保管您都体面，都标致。好，好，哎呦！糟了糟了，又是那些绝子。哎哎哎，都看清楚了啊，这是正经八百的中国人，你们他妈都给我看清楚了。没有人说，没有人说，正经八百中国人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，都是一个老祖宗，都是一个老祖宗，老祖宗说得了吗？受不了。忠臣良将的模样，这日本兵就在城外头打架，感情欺负的还是中国人呢、啊？瞎混，学生们他不都没娶过媳妇吗？火了一撞，又没钱找姑娘，总得找个地界，让他撒撒火气，是不是？你说，你这喊的那个唱武声倒不错。哎，咱们第一出别姬在哪儿唱的来的？驴年马月的事儿全让你记住了。哎哎，段老板，您这不能忘了。那不张公府和堂会啊，我保的二位小爷吗？二位的发祥宝地。那是爷爷，那是县城的棺材铺了，我昨儿刚去的。又去找那把剑去了是不？早不知卖哪儿去了。